让我吃点东西好不好？吃点东西，晚上七点半还要给大家开播的啊，宝宝们，点赞了啊，宝宝们没有点赞的点点赞啊，没有点赞的点点赞，进来的宝宝先给我上个关注啊，宝宝们，进来的宝宝先给我上个关注，要不然找不到我啊，我是郑州中原体验店领跑汽车体验中心的，我是主播小西小仙女，没有关注我们的一定要关注我们啊，宝宝们，没有关注我们的一定要我们点个关注，上个关注啊。点点赞啊！现在9000了，还有1000赞，给我破个万，破万让我顺利下播，吃点东西。晚上七点半继续给大家开播，晚上七点半还给大家开播啊！谢谢点赞，谢谢点赞，欢迎新进来的宝宝，对我们点点赞，我们10000点赞，我顺利下播，9点半下播，然后晚上七点半准时给大家开播，7点半到9点半准时带大家看车、聊车、唠嗑啊！掉一下，掉不了，掉不了啊！点点赞，宝宝们，点点赞。现在点赞时间，不要说其他的广告，点赞时间能不能专情一点，能不能专业一点，点赞的宝宝们，现在点赞时间啊，现在点赞时间，对，点赞啊，感谢今天的点赞，欢迎新进来的宝宝，感谢点赞啊，鞋子掉下吧，掉不了，掉不了，我们点点赞啊，宝宝们，感谢阿伟点赞，我看不到你，为啥我直播间为啥看不到你，我直播间有点看不到你，点点赞吧，破万啊，破万我下播，破万不下播啊，破万啊，对，感谢点赞啊，感谢下一个点赞，不掉啊，掉不了。我怎么穿鞋是我的自由，我怎么舒服怎么来，我想咋就咋去，不要提起无理的要求，你让我掉就掉了，谁不得掉了？谁不得让我掉我就掉了吗？点赞啊，点赞点赞，现在点赞时间破万，我下播了啊，晚上七点半准时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没有关注我的专业直接关注。我说我不累你信不信，那咋整啊，现在问的我头疼，我现在我头晕，但是我今天晚上还没有时间吃饭。